也许你们很多人不知道啊，其实刚刚我吃完个早餐后呢，我就睡觉，然后睡到四五点这样子，我才起身看一下 Facebook， 看一下 YouTube 这样子的，然后现在呢是已经六点了的啦，然后我还没有开始我的 vlog，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将会利用我们的 Tyson 来找点东西做啦。Tyson， 我现在要带你出去杭盖。怎么？你这么秀你的姑姑？不要，我们杭盖，不要这样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他一直走过来要我弄他。不要了，刚冲凉哎。走了，我们杭盖了，我们杭盖了哈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剩下的根本要开爆。哦，哇，他竟然不会冲哦！那我们就走吧。泰森啊，你已经转到我整个角落室了，你可以走回去我前面了。我记得嘞，之前有一次我试过带他了，可是他带我走，多过我带他走了，因为他每次都是拉着我走。今天呢，我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。因为我 strong 了，我 strong 了。哇哦，那边那间是新家来的，可以不要拉我走吗？我要讲话哎，你想怎样？又要屙尿了？你的地盘嘛，这个是，那边有一间新家，正在装修的，还有 Astro 老 team，Let's go， 泰森，哎呀，屁股摇来摇去。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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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，今天我出来杭盖竟然有到跟人家讲 hello 啊，安迪叫一声安迪错吗？你要不要垃圾都要跟你一样吗 ？Rubbish， 我的手呢，现在是要抓到非常非常的稳喽。如果放松了的话，它就飞掉了哦。问他秀什么？在这边秀秀秀。哇，那间家里很恐怖。屁股屁股。从来没有注意到这边，竟然有个镜子的，可以看那边的车。我每次直接这样的冲爆。Let's go。前面呢，你们也许看不到，可是那边又有一个割草的人。秀什么啊你？哎，不 ，Let's go。非常的健康哦，我都问我最后是他脚车是几十天嘛。哇哦，这里有这样大块地的。有什么用处呗？是空位还是？要起屋子的吧？那边又有那山，超级美啊！这里有一个非常斜的斜岭哦。如果坐脚车这样子飞着下去就爽哦。是米瓦台山，哦。竟然有一个死了的小鸟，它竟然不在意哦！哇哦，你们看那个山，超级美啊！其实呢，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嘞，在我这个大门，我每天都是在家里那边自处的去 get house， 从来没有走过来这边。之前家里的地山超级高啊！刚刚就有一个马来仔啊，他是在。家里那边他脚车了，然后他看到我带只狗，他直接躲在车后面。那边有只猫，望着泰森，泰森你要跟他做朋友吗？那边那一只猫，他很不在意哦，走吧，拜拜。哇哦，他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来种那些树那些都，超级美哦。看来前面都好像没有东西走了啦，这样子我们就转身吧。马盖泰森 ，OK， 你哦，买最后豆酿了，我们回家了。
哇哦，从这里望过去，竟然有个这样美的屋子哦，好像在高山这样子那一些。现在我们竟然要爬这样高的山哦 ！Oh my god！ 泰森，你准备了吗？准备了吗？你喘哦，很喘哦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那个就是刚才我讲的，好像木屋这样子。OK， 泰森，回到家啦。哇哦，总共用了一个小时来涵盖。好，我们回到家好啦，可以，明天再见吧。安娘。现在呢，其实已经是24号了，现在是凌晨2点了。刚刚你们看那些呢，都是23号的啦。可是呢，因为刚刚我收到一个 comment 啦，是来自一个叫做伊莱莎的啦。他就要求可不可以在我 video 里面祝他一个生日快乐哦，所以我就在这边祝福我们的 Elisa Happy Birthday 啦，希望他可以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 birthday 哦。然后当然也不可以少了你们孩子们啦，记得留言在下面祝福我们的 Elisa 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又再次的跟你们说，爱你。Why do I get